公元2023年，我们在母亲节唱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OK， 降一调 run 吧。想一想，一起看一看。
2022年母亲节，一群我们单身汉在一个神秘的基地演奏 Paul McCartney 的名曲 Yesterday， 有位很有名的老师来用 Fender 吉他来弹，有吴老师用这个手拍的贝斯，你讲一下。咋弹的？啊，弹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导向。